啊，所以各位，你要懂得念佛啊，但是重点是有悲心比较。如果你没有悲心，就像一个录音机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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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但是如果你这个录音机放在那边，但是你用慈悲心说，愿听到这个声音的都得到佛的加持，那个录音机就有用，有加持。他念越久，功德越大。所以各位，你去买大悲咒，买回来你自己念一遍，那愿观音菩萨加持这个大悲咒的声音，然后你就放在佛堂，放在医院，他24小时在那么哼那哒那多那夜夜，那你一想到他力量越大，啊，因为你有悲心融入，就变成有功德。所以一尊佛像对我们来讲有功德，那是对其他宗教没功德，它只是一个模型，博物馆里面的展览的东西。因为的话，他没有相信，也没有那个悲心，佛像的力量就展现不出来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洪欢兴顶，11月10号至11月19号，印尼弘法行程。11月16号星期四，觉光长老圆寂纪念日，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、持斋除罪7000劫、小生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亿倍。上午9点，印尼仙达新福禅寺药师佛法会暨传授八关斋戒。11月17号星期五，药师佛圣诞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除罪8000劫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亿倍。上午9点，印尼仙达新福禅寺药师佛诞辰法会圆满日。11月18号星期六，念定光如来，持斋除罪40劫，小神通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90万兆倍。下午4点半，印尼棉兰放生暨慈悲施食。11月19号星期日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倍。上午9点，印尼棉兰八关斋戒。11月20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弘法行程。11月21号星期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居然柔佛慈悲甘露施食法会。11月22号星期三，达摩祖师圣诞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文律玉佛寺心灵讲座，护生点灯水供药供暨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1月24号星期五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柔佛
利明达小学冷气礼堂心灵讲座、护生点灯、水垢、药垢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1月25号星期六，放生功德日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节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麻坡柔佛训正华文小学礼堂心灵讲座与佛学问答。11月26号星期日，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，下午2点，马来西亚巴珠巴峡龙工业区祭奠庙道蒙山施食法会。11月28号星期二，宗喀巴大师诞辰、莲花生大士入藏纪念日及应化日，衔接千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，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马六甲鹿叶园八关斋戒。11月29号星期三，齐天大圣圣诞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马口森美兰远景酒店佛法开示、护生点灯、供水及慈悲施食法会。11月30号星期四，上午9点半，马来西亚慈悲护生会护生员烟供及放生。12月1号星期五，念衔接千佛持斋除罪1000劫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慈悲佛法开示。更加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，阿弥陀佛。家中的人一个接一个死亡，可用糯米素粽子旁边放一杯糖供在佛前，可利益往生者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点燃智慧之光，搭起佛法桥梁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放一次句。